匪徒抢劫，刀下留命。佛教讲因果报应，造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因果丝毫不爽。一个人若要消灾得福，就要常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久而久之自然感应道教。我曾经接受信佛朋友的建议，组成了慈善放生会，每月大家捐款放生一次，至今历经两年，买下濒临被宰的动物放生无数，也因此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死劫。那是一个夜晚，我睡在学校高中的宿舍里，睡到半夜，突然被隔壁护理室内的嘈杂声音吵醒。三更半夜的，隔壁在搞什么啊？该不会是住校的学生在隔壁搞鬼吧？都这么晚了不睡觉，还在调皮捣蛋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你们是小偷？啊，哎呀，不要说话，否则我一刀杀死你。三个小偷压着张三进了护理室。就这样，我被他们挟持压到屋内，歹徒把我双手反绑，眼睛也被用布遮住。我们是逃犯，手头紧了点儿，快说这里的钱放在哪儿。这里没有钱，这间房间是护理室。嗯，哦，那你一定有钱，快乖乖的拿出来，要不就一刀杀死你。那时候正是三更半夜，呼救无门，何况双手反绑，两眼被蒙住，根本休想逃跑。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为了保命，我只好花钱消灾。在我睡觉的房间里有钱，你们去拿吧。你去。钱都在这里，真的还不少呢。只要你们不伤害我，钱你们都拿走吧。大哥，他已经看到我们的脸，如果不把他杀了，以后会有麻烦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的样子都被他看到了。我当时心想，这下完蛋了，他们既然要钱又要命，我死了家人一定很伤心，警察也难以查出真凶，真是死得不明不白。就在百感交集时，突然灵光一现，与其等死，何不趁他们还在讨论的时候念佛，求佛接引，往生西天。把心一横，勇气出现，于是赶紧默念阿弥陀佛圣号。趴下。把这些棉被拿过来，把它给盖上。你要是憋死了，可怪不得我们，我们可没动手杀你。当时我动弹不得，几乎快断气晕了过去，忍耐了约有十分钟，我判断歹徒们可能走了，便挣扎着挪动身体，好不容易把盖在身上的棉被抖下床，才舒服了一点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快来救救我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那次从我被劫持一直到解围，前后有三个半钟头，体会到被宰杀时的惊恐错乱与无助感。我的生与死全念在歹徒们的一念之间，当时正如一只待宰的猪羊，任人摆布。我要再次诚恳地奉劝世人，应该将心比心，任何有生命的动物，鱼虾，也跟人类一样贪生怕死，当他们要被活生生的宰杀时，同样也会惊恐怨愤。我们怎么还忍心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而残害无辜的生命呢？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Me.